今天看到自己崭新的身段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最重要的是体脂肪也下降了，真的很难得。大家好，我是 Gladys， 今年22岁。之前的我经常容易觉得身体疲倦跟肩颈酸痛，我都是以为自己是没有休息好。可是在我休息好了之后，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。在我的亲戚的介绍之下，我抱着尝试的心态来到 BodyPerfect 进行我的第一次体验。他们发现了我的问题，并非常耐心地为我讲解。我做的是来自美国的排毒疗程，以及来自意大利的最新技术，让身体达到排毒、消炎跟提高我的身体的新陈代谢。每一次的疗程我都是很用心的去配合，在每个疗程给我的感觉呢都是温温热热很舒服的，而且疗程之后流出来的汗都是带有颜色的。所以我很期待每次来做疗程，可以让身体之后都会有一个更轻松、焕然一新的感受。经过了1个月的疗程，我再次去做身体检查，竟然发现我所有的指数都下降了接近20%，然后我的体脂肪也下降了。这真的是让我对 Body Perfect 更加有信心。 Body Perfect 没有用纤体瘦身来鼓吹我去做排毒，而是引用了我可以拥有更健康的体魄，去更多地方的旅行，才能做更多想要做的事情。所以我很强烈建议大家可以来到 Body Perfect 进行这个瘦身排毒的疗程。这真的跟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节食啊、减肥疗程都是很不一般。今天我开始了我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，那就是找到更健康的自己。每个人都需要排毒，所以我希望今天站出来的分享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启发。期待在 BodyPerfect 遇见你，希望看到更多的我找到更健康的自己。